岁工，我车正搁这干活嘞，我停了一会儿，再打不着火了，是咋回事嘞？一个原因呢是检查一下咱的这个水里边开关，保险开关那个地方是不是说是保险烧断的，这个开关呢是不是有烧焦的迹象？再下来以后，看看这个主开关，看咱这个主开关的位置有没有这个线头啊、接头啊这个烧焦的位置，烧焦的情况。如果这个问题没有的情况下呢？就是在我们这个下面这个护罩中间呢，里边有一个黑色的，大概有这么长这么宽一个黑色的保险盒，看看把那保险盒打开，在那个保险盒当中看有没有保险丝烧断了。如果说把这两个问题排除的情况下，下一步就是打开我们的这个启动钥匙，看看我们的仪表盘这个显示有电没有。如果说仪表盘这个有电的情况下，基本上也就这两个问题。